今天吃这个土鸡腿，还有一些豆角。好香，这个我炖了一个小时，肉还是比较硬的。不好意思，吃的太埋汰了。你待会再啃啊。猪皮。萝卜，糯米粉炒腊肠，这个腊肠还是过年的时候腌的，
跟辣椒不好吃。今天吃这个外婆菜炒饭，这个外婆菜炒饭特别下饭。还放了点鸡蛋。好吃。